好，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们昨天讲哪里？然后我就肯定该先去坟地啊。没有，我们昨天一直在讲。昨天我们昨天讲哪里？讲到泰勒展开式。泰勒展开式，好，那我们就来教泰勒展开式，不是啊？不是我们昨天讲到呢，关于这个，我们先定义 SK 为泰勒最大吗？真的最大奖了，什么大的？啊，陈威，如果你想听拉胖，你听我来讲 SK 的，真的不是吧？然后也会等于 A 的 A 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东西 ，K 取 I， 然后大的 K 加一。目前我们知道是这样，然后呢，我们还知道呢关于这个，关于这个 SK 它本身会满足的 SK， 然后我们还知道呢关于 N 加一的 K 加一次方减掉一会等于这个那个嘛 ，CN 取看上去不好 ，CN 取 NK 加 CN 取二。要 K 减，点，然后呢，所以呢，啊，你的长面卷，也就等于 C N 取一，这个 S K 加上 C N 取二 ，S K 减，加上 C N 取三 ，S K 减二，点。还有我们昨天求出了一个跟微分有关的公式，你有知道什么？微分的公式不是？有吗？微分那我教过什么数学？跟微分有关的公式，不是跟微分。微分有关就是微分嘛。对，也就是说呢，还跟因为已知的 n 加一减一会等于呢k。n 加一 ，k 减一，那就改 k 加二呗，快，然后一开始 k 把它叫 k 加一 ，k 了，这里面变 k 减一，啊，为什么要笑？那目前为止，可能一起的不是，应该没错，那这个也是减一，减 k 减 k， 减一减一，我两个就可以消掉了。啊，这是减 k， 那是。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判断出什么？比如说啊，这个 f， 不对，这边地方是没有，这边是 sp 减。我们从中看到 SK 跟 SK 减一是不行。昨天是打到这个。我昨天就只要超过了。就昨天你说把它，你写出来用到公两个证明有屁用，对吧？没错，这个一点用都没有。但是你就想要可以帮助你做一些，应该这也能加一吧。你知道写那个 AKI 会等于多少？过程问号。对啊，我们现在要解的就是这个 AKI 等于多少，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有什么想法？就是对，没错，跟我写的一模一样。你看啊，我现在看到这个式子，我有什么想法？譬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式子，它是 AKI，AK 五哈，假如这个 K 都很大，可以让它一到五，那这边是什么 ？NK 加一。然后这是它 k 加一减五这个式数，然后呢它会等于它这个另外一个再乘以一个 k， 然后它也要一个这个次数一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一下，所以这边是 k 加一减五减，但是这个就是 a k 减一
K 减一 ，K 加一减一 ，K 减，然后呢，这边是，这边就是 K 减一去取，然后就取，到目前为止可以吗？小调。然后因为后面有什么减二啊、减一的，那些都是很后面的东西，我们现在探讨前面的东西，就是那个是都是尾巴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管它，对吧？所以你看要看的是。这个次数一样，所以你现在要看是这两个路差值。你会发现，从前面这个 SK 的，从前面数过去第五个，看这个呢，从前面数过去第五个，会差一个 K 的数值。那你可以从这个地方推测出什么？比如说，假设你现在求的 SK 它是这样，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然后这是 SK， 这是 SK 值。这是第一项、第二项，一直到第五项，这个乘 K， 那代表什么？然后这个每一个都是乘 K， 它这里不是是它它等于 K 加，我不知道，对，那是 Prime。所以这样，为什么是 S K 减一？为什么是 K 加一？对，它微分，哇，好聪明！所以微分之后呢，这个地方应该是你这个要让它次数一样，所以这个要多一点，所以这个是四。我难怪我觉得怪怪的。好，你这个来，等。三 K 吗？你这个 n 加一是那个它函数。对。啊、可是你是 SK。SK 的人是把 SK 减一的部分是 K 减一，对啊，所以这边是 K 减一，这边呢，这边是 K 减 K 加一 K 减一，好吧 ，K 减一，结果，K 减一加一啊 ，K 减一减五，那就是五，然后，所以你未来要让 K 减掉，这里面要多减多少？减七吧，为什么要 K 减一减？K 减一，哦，上面是 N K 加一减一，减半。哦，对 ，K 减一加一，那就 K 减五。对啊，这是 K 减六啊。我看你这样哦，明完。对啊，没错。可是你看啊，这不能减五啊，所以这边要减多少？这边要比它多一个微分之后才能加下去，对不对？对。所以这个地方要比它，所以这边应该是 K 减四。所以现在 K 加一之后再减五，减五也是 K 减四。再继续猜 ，K 减四。对，这两个一开始不是跟一开始一样 ，K 加一减。哎，对啊，那我一开始就对了，我只是把这个过程之中。你只是少一个 prime 啊，你就直接开始去围就好了。我只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这个我过虽然我过程都是错，但是我结果是对的。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微分，那这个地方就变成 K 加一减五，再减一。对不对？因为你n会掉下去，所以得到 n k a k 取四，就等于呢 k k a k 减一取五。好，从这个之中你看到什么？如果我们猜想这个，现在我们求出来的 s k 的通项大概是长成这个样子。等于呢，首先呢，这个地方是，这边是某一个东西。哎，等一下，你还没有微分嘛，对不对？而且你下面这一行已经微分过了，这样微分过了吗？对啊，微分之后会掉一个，掉一个数字，掉上那个数字出来了，听起来行。看老师还没有设计好，对不对？干涉了，干涉了，有没有？所以说你看，这地方会掉 K 减四下来，然后这边会掉，这边是 K。理论上的话，譬如说我们假设它是，这个代表什么呢？假设同样是 AI 取 K， 然后呢，在不同的 AI， 像是 AK 取 I， 然后呢再看 K 减一 AI 去比较，同样是四个，譬如说你从前面数过来第五个，从
从前面数过来第五个，这个，以及呢，和前面数过来第四个位的有关系，就是说 AK 的从前面数过来第四个，和 AK 减一的从前面数过来第五个会有某种关系。同理，这个和这个也有关系，然后这个和这个也有关系，对不对？那么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想想看啊，现在假如从第二个开始，我们现在先不要管第一个，假如第二个是一个常数的话，然后第三个假设是这样，是对谁微分？哦，我懂了。假设每一个东西，你看前面每一个这个都是 k， 那我们现在解出跟 k 这个等于3的时候的情形，那这个就一等于0。对吧？三的。诸如此类的。你会发现每一个都除掉 k， 每一个都有一个除掉 k 的那个，所以说呢，对 k 减一这个项来说，那它的我们可以发现它可以也许是每个都除掉 k， 但是我们先不要管这个，我们发现呢，从这边数过去，会是前面的这个乘以 k 减四的这个，但是这个可以让我们。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说呢，这很有可能就是说它的通项是某一个系数在乘以很多 k 的 k 减多少乘在一起。但是要怎么看出来呢？k 减四，思考一下。譬如说这个从后面数过第五个，那这个第四个，那从 k 减四。如果这边本来就有 k 减四的话。如果这边本来就有一个 k 减四留在这里的话，那这个就合理了。如果这啊 k 减四乘过来它会变成这样，但是如果它这边本来就有一个 k 分之 k 减四，这不就合理？那如果呢，这边有一个 k 分之 k 减三，它就合理。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它有 k 减三存在那个某一个系数，它可以再乘任何一个参数。然后同理，在后面的话也可以发现这边有可能会有 k 减四。那这个呢，对于我们等一下要导出这个 SK 的一般公式就非常帮助。我现在开始导 SK 的一般公式。我们昨天是怎么样导出 SK 的一般公式？就是用。差分啊，立方啊，对。所以我们导出的递归关系是，但是我们现在，我们一开始是把它省掉的。那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展开。这样我们才能求出这个它的东西，所以 CSK 就等于呢，这个是 S 取开嘛，就等于我们这个 AK 取开 ，AK 取 NK 加一，再加上呢 AK 取一。我要写三项，我这样成为你那么聪明，你应该可以写出接下来的字。不写。先取二。你这个是 SK， 这个东西是 SK， 这个东西是 SK 减，所以这边要带 K 减进去，所以这边是 K 减。所以呢，你是从这边的话，取零。再加上 AK 减一，取一，然后 NK 减一 ，AK 减一 ，AK 减一，
AK 减一，再换 AKB 48这样。只是还没有写，不是不会写。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现在是一十 A 图，我们就猜这样。好，这样我们马上就可以把 AK 取名写出来，有没有？有没有？非常厉害，因为 AK 取名就是最前面那一项，我们马上就求出来。怎么样呢？因为呢，我们要比较一下这个左右两边的系数，这个地方，看这个地方的系数。哦。对不对？这个是 NK。NK 加一，然后这前面 NK 加一的系数是多少？一。一，所以我们就得到一，等于什么呢 ？CN 取一。哎。N 从哪里出来的？怎么没有这个东西？擦掉，擦掉，擦掉。这应该写的是 K 才对，还是 K 加一 ？K 加一吧，对啊 ，K 加一。哎呀，你们这个眼睛都没有放血量，我故意写这个错误，你们都没发现。所以我们马上可以求出 AK 血零是多少？成为一，成为一。AK 血零要东西啊？AK 取零同时 ，AK 取一太难了。AK 取一目前还求不出来，但是 AK 取零求一求，好像可以。AK 取零是多少？我们就比较不了 NK 加一，那这个词条是一的嘛？对，一等于什么呢 ？AK 取零就是一个。对 ，C K S C K S 小 K。这感觉。马上我们就可以求出 AK 取零。这是什么？这个 K 加一，这个就是 K 加一，所以我们就把它除过来，哎，我们就得到 AK 取零的公式。嗯。你想验证一下这是不是对的？好，我们来看 ，S 零等于大 N， 前面系数是一，等于零加一分之一 ，S 一等于 N 等于 N 加一除二，首项系数是二分之一。等于一加一分之一 ，A 十二等于 n 乘 n 加一 ，n 乘 n 加二除六。你不要唬我，二加一，除六，首项系数是什么？三分之一。哦，三分之一，二加一，三分之一，对吧？哇，哇，可是呢 ，AK 取一我们就不会。AK 取一大概多少？加起来，跟后面加起来，都加起来。那我们就找到这个NK， 这是 NK， 没了，这不需要了。所以我们知道什么？一等于一 ，K 加一取一。这个 AK 取一，这就是我们要求的。这样，再乘以，这首歌，到目前为止可以吗？现在你想求这个，你这个知道啊 ，OK， 这个也知道 ，OK， 那这个嘞？这套上面的公式 OK。哦，套上面的公式，那你把 K 减一带进去，变什么？一除 K。好，那这个是什么？一。一，不要了。去死！走啊，这个不要，把它杀掉。那么，这个呢？这个就可以加一。算得对吗？算对吗？好像算错了。哦，不对，左边错了。行，因为是从左边数过去第二项。哎呀。这是什么呢 ？N 加一。K 加一，再加一，这个就是 K 加一。
对吗？目前为止算对吗 ？k 加一，嗯，不对啊，是 k 加一取二啊，对不对？我们乘的是 k 加一取二啊，那应该是 k 加一乘 k 除二吧。哇哦 ！k 加一消掉，消掉。k 加一消掉，杀，杀，杀掉。大幅是啊，加上二分之一，所以是啊，这两个也死掉了，自相残杀。所以是 AK 一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我瞧是对的吗？好，我们来看一下 ，A 是零，哎，没有没有掉下来，怎么办 ？n 平方除二，加 n 平方除二分之一。不会是它在二平方掉了？我只是还没擦掉，等一下就要擦。哦，那干嘛写 ？S 二，你多少？n 乘 n 加一乘二 n 加一，那我现在求第二项，所以是三嘛，六分之一，二分之一，哎，二分之一，就是第一个前面是三分之一，加上后面是二分之一，结果你发现第二项永远是二分之一，所以我们就求出了 a 取一等于二分。好，现在有一个规律渐渐出来了，现在我们再求一下，就第三项啊，第三项是谁？这两个都被我们用过，现在我们用这个神奇句子，这是 K 减一，那这也是 K 减一，这是 K 减一，这下可好了，三个。所以这边的系数是多少 ？k 减一的话，就是从前面数过来，第二项、第三项，我直接写成这样。左边是这样。取二。取二。谁跟你讲取三的？你啊。那是以前。取三。那是以前的自己。取二。所以你从 k 加一 k， 然后再取二，这样吧。会等于什么呢？首先呢，这个 AK 取二就是我们要求的次数，我都不写了，因为都只是这个 NK， 再加上前面这个 K 加一，再加上这个 K 加一乘 K 除二，那剩谁呢？从左边数过来，第三项、第二项还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二分之一是 A 的找，二分之一，要唬我二分之一，啊，好聪明啊，就是二分之一，好，那么下一个呢，就这个嘛 ，CK 加一除以三 ，K 加一乘 K 减一，就除六，然后呢？K 减二取零，是吧？对，可以是 K 减二取零，就是你。好，我们现在只要在求出一个，你就会看出来。K 加一消掉。我把这个公式写在这个下面这个小小空。那这个我们要求的是真是他，可是这个不知道，这是谁？带进去 ，K 减二带进去，就 K 减一分之。现在我们可以做什么？你就 K 加一 ，K 加一杀掉，杀 ，K 减一杀掉，杀 ，K K K 杀不掉，杀不掉，最后没有 K 这个人了，四分之 K 减少，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六分之一，所以是二分之一减四分之一，减六分之一，十二分之一 K， 十二分之一 K。规律在哪里？我们在做数学的时候要尊重模式，如果尊重模式的话，我们就是有时候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为什么这样，可是我们就看规律。一是 k 加一，一除二 ，k 除十二，
它就是原本下面有一个东西，就下面的东西不见了，然后跑到上面去了。我们接下来练平方吗？我们想要尊重模式，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补上去了。对。对吧？那么这个，那你觉得下一项大概会长怎么样？大概会长某一个数字，再乘以大家都有 k 加一，然后呢，这边有上面有 k 加一。大家都有 k 加一，然后第一次的时候你送他一个 k 加一，第二次的时候呢你送他一个 k， 第三次的时候大概送他 k 减一，但是你是某一个系数，这样呢我们就把 a k 取那个公式变成只需要从只要只需要告诉我们从前面数字取的公式的这个下面这个数就好了，所以我们可以把 a k 取重新呢定义成像这样的公式。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点头如捣蒜。好，那就先休息一分钟。